黑石集团在投资界也是神仙级别的存在，即大名鼎鼎的 The Blackstone Group，中文又译为百事通集团，是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由 Steven A Schwartzman 和彼得森 Peter G. Peterson 于1985年成立，至今已经有三十六年的历史。公司于2007年在纽交所上市。黑色的业务分为房地产板块 （Real Estate）。 私募股权板块 （Private Equity）、对冲基金 （Hedge Fund Solutions）、信贷和保险 （Credit 加 Insurance）。本期重点介绍房地产业务。黑石的房地产部门成立于一九九一年，投资主要分为三种策略：第一种是投资地理位置优异，但是由于经营不佳或者时机还未成熟而导致还有升值空间的地产。 第二种是投资已经成熟的、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高质量资产。第三种是负责美国和欧洲的商业地产、住房地产等的债务投资。黑石地产部门管理的资金从2007年到2022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五。相较于其他部门，地产部门有着最高的年化管理费，在2020年达到百分之一点一四，并且地产部门也有着最高的永续基金。 正因为是这样，虽然房地产部门管理的资金只占到黑石管理资金的三分之一，但是地产部门二零二零年的利润却占到了可分配利润的将近一半。同时，也可以看到 Opportunity 旗下的 RAP 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大部分都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可见，黑石的地产部门是非常的赚钱的。那它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可以让投资人愿意源源不断的把钱交给他管理。 据我的观察，黑石在投资地产时有以下几大策略贯穿了他大部分的投资，这也是黑石能够穿越多个经济周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首先，黑石投资的地产一般会选择在高速发展的行业中，高速发展的行业会对商业用地有着比较高的需求，可以保证这些地产有比较低的空置率，可以给黑石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另外， 可以保证这些地产在未来有比较高的升值空间。其次，黑市也会选择地理位置优异、具有一定不可复制性的地产进行投资，有限的甚至独一无二的供给，可以最大限度提供地产保值增值。同样，为了控制供给，黑市在选定一个领域之后，会在同一领域不断积累同类的资产标的，逐渐形成规模，成为这一领域里最大的地产商。 最后，针对 opportunity 基金，黑石有时还会采取快进快出的模式，在收购结束之后快速出售资产，甚至可能在还没彻底完成收购的时候就找到下一家买家。这种闪电式的交易形式，也在零八年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给黑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几个黑石地产投资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案例。 以及他近几年做出的一些投资，来具体解释一下以上几个策略。黑石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投资是在二零零七年，也就是零八年金融危机前夕收购的 Equity Office Properties Trust，总交易价格为三十八点七亿，拥有分布在美国十七个州的五百八十栋办公楼，大部分都位于美国一二线城市，是当时美国规模最大的一个办公楼管理公司。 这个巨额收购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房地产交易。对于金额如此巨大的交易，黑石使用的是杠杆收购的方式。然而，这种杠杆收购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标的价值的变动会成倍的反映在投资人的盈亏中。这时，黑石快进快出的策略就派上了用场。黑石在完成收购的短短六个月里，也就是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 卖掉了约百分之六十五的资产，大幅降低了债务，也就是杠杆。在这之后的一年里，金融危机来袭，黑石完美的避开了金融危机和高杠杆所带来的风险。在金融危机结束后的十年间，黑石又陆陆续续卖掉了剩余的所有资产。业内人士估计，这个交易最终的利润在七到七点五亿之间。 三省堂是空 p a s s 下的 PPP 基金于二零一五年做的投资，总交易金额为五点三亿。Thompson Town 是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大片公寓楼，一共有一百一十栋楼，一万一千两百五十间公寓。整个小区占地横跨了四条大道、十条街，周围遍布有餐厅、医院、超市、学校等等。这个投资标的非常好的诠释了黑石投资时所注重的地理位置优异。 有不可复制性的特点，因为像这种规模的公寓楼，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几乎是不太有可能再建第二个了。因此，曼哈顿东区公寓楼收购项目每年都能给黑石带来源源不断的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物流仓库是黑石近几年一直着重投资的一个。电商的兴起带动了物流仓库的发展。 同时，各个城市向城市周边的扩张，也使得位于城市周围的物流仓库进一步升值。黑石于二零一九年从新加坡公司及 LP 手中买下遍布在美国的物流仓库，总价十八点七亿。同年，黑石收集的位于欧洲各个国家的物流产业汇总在一起，设立了物流公司。除此之外，黑石还在全球不断收购同类型的物流地产。 二零一九年收购了分布在美国十座新兴城市周围的六十八处物流地产，二零二零年收购位于德国北欧的十六处物流地产，二零二一年收购了印度最大的物流地产 Embassy Industrial Parks。黑石在物流地产方面的投资，很好的诠释了黑石顺应经济周期、投资高发展行业，以及在同一领域积累资产、形成规模的策略。 同样，黑石也涉足和流媒体、生命科学等高速发展的行业相关的地产。黑石于二零二零年收购了位于好莱坞的 Hudson Pacific Properties 的三栋影视楼和五栋办公楼的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Netflix 就是这片影视城最大的租客。最近，黑石正在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转型：地产部门在保持原有的购买一个资产，改善其经营。 最后，在合适的时机出售的方式的同时，现在逐渐增加了优质资产的长期持有，以从中获得高质量的现金流的投资方式，也就是增加永续期。黑石管理的通讯基金的比例从二零一六年的百分之十三增长到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的百分之三十一。黑石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总融资额为三十二亿，其中有约一半是永续基金。黑石的成功房地产投资。 给我们位于温哥华的广大房地产投资客户提供了很好的样板。温哥华房地产投资，记得联系广辉哦。